王心凌带四岁好命犬鸠狗围炉被霸凌。这一出场就受到巨星式欢迎的，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的爱犬布鲁托了。布鲁托居然被众狗霸凌，恐年的布鲁托被吓到尿遗。人家布鲁托平常在家可是被秀喵喵，身上这件狗背心就要价14000元，也难怪其他狗看他这么不顺眼了。被围剿后，布鲁托似乎整个英雄气短，但才艺还是要表演。吃了你知道吗？布鲁托果然是东西人心，不用指令就自动做完了动作。接下来还有更神的，跳呀，布鲁托跳呀，布鲁托跳，来人了，还不上菜打赏。美食当前，布鲁托你在看哪里呢？好了好了，面干面干，开动喽。我说布鲁托吃相可以再优秀一点，他喜欢呢，我想跟你订这个。好的，要吃完就只剩最后一个任务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老婆，坐下。我就知道布鲁托来了。苹果娱乐新闻，狗善被狗欺报道。